罗斯古姆先生，这是场有预谋的袭击。结论，敌人的目标是空间站，但手法我们还不得而知。没错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他的理由。黑塔的人偶遇袭前最后见过他的人正是他。你是这位是公司的学术代表，博士协会的拉蒂奥先生。毕竟他刚恢复意识，头脑还不清醒，需要一些提示。